花一回出来。我没你们土林来对，不野关鸟啊。那更加你。这个开会的时候，我一直强调说，咱要用本土咱的文化再展现出来，要不然的话哦，你敢讲，你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古迹，咱的传统文化很清楚，你骗袂过别人啦。哦，啊，无你即摆来看的时候，你看啥？你的文化伫倒？就是安尼，一刀一刀。啊！无你要安怎讲？你本土的文化里头，很明显就避落就出来了。哦，所以我一直强调，来到本疆的时候，一直强调彩绘、雕刻、石雕，都是我们本土。无论是传统味，也是趣味的造型，在施弘毅的眼中、心中，每一项拢是进步。对着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讲，金钱不是排在第一位，会当得到支持，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以我的身体啦，吼，甲我的岁数，即马大部分拢差不多要退休的人啊，啊，我还阁有迄个机会，因为鹿港是我的故乡嘛。啊，鹿港有迄个机会，我等于搁再发挥这个岁数啊，会当搁当做呀。啊，我身体已经渐渐咧歹啊，啊，搁无完成遐时间，我若占足长啊，骨骨，好到尾做要挂名啊。啊，完成了，总是安尼啦。有一挂家己较满意的迄个作品。完成就感觉足欢喜啊！啊，搁再登鹿港人啊，看到咱的作品人啊，足欢喜安尼，算讲因有真欢喜，啊，安尼就，我就感觉真满足，真值得。唔管我今年的身体是有够歹，歹到已经三十几公斤了，啊，有心想讲真正要停起来，无爱做。啊，嘛好，各方面的鼓励，我有个计划，个要来结一对灵条，迄个小型的、小型的灵条，我来读咧，我伫遮，
吼，叫迄条，要来叫这个小型的人家吼。我刀已经备好啊，要来做一对即落要来展览要用的，互一寡学生、学校学生人。我因为我即款型就是四十几年前我伫三峡祖师庙咧刻的。向谁告别？